下面有请燕破月代表本次勇士大赛的参赛人员发言。战友们，同学们，当你加入武警部队的那一刻起，你就踏上了一条永无止境的路。让我们永远记住，自己穿上这身军装时立下的誓言：我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，我宣誓。我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，我宣誓。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严守纪律，忠于职守，努力工作。服从命令，严守纪律，忠于职守，努力工作。苦练军事技能，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。苦练军事技能，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。在任何情况下，绝不背叛祖国，绝不叛离武警部队。在任何情况下。